观战一局国际服人榜的咒术，开局投镜子咒术贴墙走。连续躲了好几刀，红夫人估计人都傻了。仔细看的话，其实真是刀刀致命，但是全被咒术躲过去了。咒术还来嘲讽夫人，嘿嘿，打不着打不着。夫人，小东西，我等镜子，你等什么？再扭一个我看看。咒术已经打出自信了，非常猖狂。夫人转镜子平地跟，夫人对自己的镜子还是很自信的，打算架住咒术等镜子 CD。 此时夫人的闪现已经好了，夫人抬镜子，咒术立刻化身监管者。夫人也是不给机会，直接闪现击倒。地下室就在旁边，夫人还想看一个地下室，闪现都交了，那 OB 位不上班真对不起他们。第一个西夫人选择放下，第二个西夫人再次选择放下，这个距离的话咒术是有机会摇下来的，而咒术现在手里可是有四个猴子的。身位太近，选择交一个小猴子，可惜无奈被镜像击倒。现在的夫人也不敢贪地下室了，击倒快两分钟了，人类大忧，用冰卡半来救。夫人选择直接打，这是想和咒术一 v 一 solo 来着。咒术又开始展现他的人皇步了，真是原地溜鬼戏耍夫人。真的帅死了，这小屁股扭的，真应该把佣兵的刀尖舞者给咒术搬过来。咒术，你还记得这里吗？这是我们相遇的地方，你还忍心对我动刀吗？夫人，忍心？我现在恨不得把皮给你扒下来。夫人平地玩不过了，找空地准备投镜子，这堵墙正好挡住夫人的去路，又废了一个镜子，敢转过来再给你来一下。机子是已经压好了，疯狂戏耍夫人。已经玩起来了，密码机点亮，咒术，来来来，你投一个镜子给我看看。想断镜子，结果没断掉。飞轮躲刀，再补一个电。夫人，真给你脸了。夫人也是知道赢不了了，把咒术放了。